Hello，大家，今天这个视频可能会有一点点小众。我们深肤色啊，深唇，尤其是个人风格，在性别指向这个维度上，有些妞妞是没有那么的明显的，所以会发现很多口红，偏粉的、偏红的什么的，涂在嘴上会有一点怪哈，色号不太好选。然后今天给你们看四个都是比较低饱和的口棕、口紫，尤其是我们橄榄皮在秋冬涂，四个都很绝、很绝的颜色，直接上嘴给你们看。Thank you.